你瞪我呢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我生气了，我跟你说，我生气了，我跟你说，金子，哎呦，我生气了，我跟你说。他们都叫我去，我就去呗。我去的话，你居然逗我！我跟你说，在哪？那个不是吧？在哪？那里啊。没有，一会儿我拿手机拍他，他会不会生气啊？不知道呀，我也没拿手机拍过他。我爸真的去收核桃去了。等于是没在是吧？对，他等一下回来。哦，等一下回来是吧？对，等一下回来。啊、你们在这里坐一会儿嘛。刚刚有一个邻居他来找我借东西。哦，有人找你借东西是吧？对，我这里锄头比较多嘛，然后他就在那附近挖地，他说、啊、借我家的锄头去挖一下地。哦，你们在家里面坐吗？我就坐外边吧。啊，就坐外边。坐外面吗？对。那你们在那里坐一会儿吧。这个给你爸爸的茶印，你收起来。这个等我爸了，你自己给他吧。等我爸回来了，你自己给他吧。我要先走了，我要走了。你不是来找我爸的吗？我没找到吗？我就走了嘛。你家人没你才刚刚来，你今晚有事吗？你有事情要赶着回去吗？事儿倒是没有，但是我东西送到了我就走了呗，是吧家人们？我可以走了对吧？不用走，可以的，打个可以。不用啊。不用，你等一下，我爸他等一下就回来了，我要不我打电话问一下他。你不给他打他、啊、他再忙你就不给他，他忙就不给他打，好不好？我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呗。我你们说要不要打？家人们打不打呀？我问一下他什么时候回来嘛。不打嘛，不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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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不好？不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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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问一下他吧。哎，别，哎呀，别打，亲子。啊？不打行不行？不打嘛，不打，哎，亲子。不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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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们说要打。不打，现在心里边慌，不行。那我自己去那边打吧。哎，金子，哎，你别去，别去，哎，你先别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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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打。我说你回来了，我打呗。没事，我们等等他吧，等等他吧。啊？不打不打不打。他应该马上，我问一下他什么时候回来嘛？如果回来的晚的话，你就不等他嘛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等他等他，你现在不打，你不别给他说我来了，你。不给他说你来。不给他说我来了，好不好？不是你干嘛？现在又害怕我爸嘞？哎，我上次还跟我爸一起去签合同，我都不知道。他们说我做贼心虚。做啥贼呀、啊？你又没有做什么事情。打电话。给他打一个，我问一下，我就问一下他在哪里嘛。那你打吧，我不敢听，你打吧。为什么不敢听呀、啊？我说英语你又听不懂。好吧。对不对？我说英语你又听不懂的。你打一个吧。他真没在这后边啊？啊？他真的没有在这后边是吧？嗯。哦，那没有就还好。怎么？我打一下啊。嗯。家人们一起点点赞好不好？见老丈人是假，见小姑娘是真，胆小鬼。我本来就是个胆小鬼，我跟你说，家人们，我真的怕，我怕他爸爸。三子，你知道他爸爸杀猪那个麻利劲儿？给爸爸打了。哎呦！我看这个鸡有点好看吗？鸡？你看人鸡干嘛？没有，不敢。我家有两个有鸡，没什么。养的有鸡。你看在忙，没接。没接算了，挂了，给他挂了，啊、挂了，挂了。挂了吗？挂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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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挂了。没事，我等会儿他吧，等会儿他吧，等会儿他。等他吗？等他，他一会儿回来，那个我和他聊一下，聊一下，聊聊天。好不好？不是害怕看他吗？你还让我转交给他。我把茶叶给他。你这个是什么茶叶？这么大，这个哪有这种茶叶呀？怎么没有这种茶叶？这茶叶，你不管吗？不管，这个不是重点、啊。可以打开看一下吗？可以打开啊。哎，来过来了。哎、啊？咋怕？没事，打电话你怕啥？不要怕。喂。你上去吗？我一个小朋友手机故障了。小鬼一个鸟，一个鸟啦。啊。哦，你孙子长孙子在哪去了？孙女啊。哎呀，这个他们给我这个俺写的给。你说的啥？我听不懂。发给你嘛，你上你有那张吗？俺们这个。这核桃香。俺们他们这姑娘到你，你讲的没？
怎么那么开心啊？他在问啥？不知道。富哥，你来见老丈人了？嗯，见什么？没有，我见合作伙伴。哦，他爸爸，他爸爸，我们现在合作的。嗯，就那个果园不是我承包的吗？我爸说，他跟你讲话。他跟我讲话呀？你问他在哪里吗？你问他在哪里？喂，叔叔。喂，你好。你在哪儿？你你。收核桃了啊，收核桃是吧？在外面收。那个我给你带了一点茶叶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啊，一会儿回来啊。啊，那个你注意安全啊，那个嗯，好，谢谢。啊，我都第一次见你紧张的，这么久了，你怎么拿？我爸叔叔很慈祥啊。怎么拿给我接电话呀？没有，他说，我说你来了，他不信，知道吗？啊！我说你来了，他不信。家人们，什么情况？你打电话打你的，你拿给我接干嘛？坐着，我爸说让我先做饭给你们吃，他等一下再回来。晚饭，做晚饭给你们吃，你在这里坐一会儿吧。坐一会儿啊？对，你坐在这里，我多给你开几个核桃，然后没有，我再吃。我多给你们这核桃先。你们开的话，等一下手会变跟我变得一样黑的。没事我给你们多开几个。终于见面了呀，我不是那个叔叔姐姐，那个我见过他爸爸，因为上次去住那个承包那个果园的时候，他爸爸一起去的，那个状态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今天来，我给他爸爸带来点东西，我说过来看看他，但是他爸爸不在，然后刚刚金子打电话，他拿给我接的，我心里边，哎呀，其实我爸对你印象还是挺好的，之前只是他不认识你，不了解你嘛，对不对？不认识你，不了解你，肯定对你的话，肯定有防备之心。家人们，那个你们想不想见金子的爸爸呀？想的在公屏打个响，好不好？如果说我心里边还是有点儿，后面我的手就会变跟这个一样黑，黑的吗？对，没事，我不嫌弃。你们在外面吃核桃？哦，这里有干核桃，要不要吃？干核桃呀？对，这是前几年打的。没有，不，我就吃这个，就吃这个，那晒干的是吧？要对，要晒干的。嗯。那这里好多吧，想啊，都想见啊，是吧？那，哎，我这儿还没吃完呢，还没吃完呢。放在这里，等一下你自己拿来吃。谢谢。那个戴手套，叫你。小天哥，你们自己拿来吃。你放心。啊？我们从来不客气的。从来不客气的。我跟你说，客气点儿。你不客气，客气点儿，听到没？没事。一会儿他爸爸要回来。来我家里不用客气的。我说我觉得你一会儿，要不先走。要不你先走一会儿。我不是他手上那个雕龙画凤的，我都看着不舒服。没事。不过我晚饭还没吃呢。你还吃晚饭才走？哇塞！没事。我这好不容易来一趟，我马上给你们做饭吃。我爸说了，他说让我先给你们做饭，他等一下就回来。做饭呀？对。不弄了，够了。给你们弄一点吧。够了，哎呀，够了。多给你们弄一点，因为我要做饭，你们就先吃。你去弄这个都那么辛苦的，我不能吃太多了。没事，这我家的，又不是花钱买的，对不对？这我家的核桃，你干嘛跟我那么客气呢？对不对？哎，那咋整？啊？不认识。我在想，我一会儿见你爸爸，我和他聊什么？家人们，你们觉得我见他爸爸？聊啥？不用聊啥呀。直接切入主题提亲是吧？他们说直接切入主题提亲。你是来提亲的吗？你不是说你是来看他的吗？对不对？我不是来提亲的。干嘛？现在提亲还早呢，对不对？你跟我，我就提亲了，你不要乱说。等一下，我爸本来就不认为你跟我就是那个。提亲啊，家人们，我提亲吗？谢谢，够了吗？其实，金子啊，其实我今天来是来给你道别的。道什么别？因为我要回成都了。那你去忙呀，到时候你再回来，你忙完你就回来呀。我这次走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。嗯，是不是你家里的人又？就是家里那个事儿还没。你先，富哥，你先做，我去给你们做饭。你。我去给你们做饭吃。不用吃了。
饭就不吃了。不吃饭了。不吃了，我准备走了。是家里面有事吗？对，家里边我妈叫我回去，就是还阿姨还是不让你跟我继续来往，对不对？也不是啊，就是家里边那个有点上，就上次那个事情没有。哎呀，哎呦，弄手了啊，哎呦，出血了，怎么办？好的，家里面有没有纸？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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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啊、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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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、哦、弄出血了。没事。你注意一点、啊。没事，这等一下，你不用去掐它，它没事的。哎呀，你怎么不小心啊？没有，富哥，我给你们做饭吃。哎，咋办，家人们？吃完饭再走吧，好不好？你吃完饭再走吧。哇，我现在心里边好惭愧啊。疼不疼？我看一下。看一下。没事没事。你。我和你开玩笑的，你哎你。啊。我和你开玩笑的，我不走。你看你。你不走呀。我不走，你看你把手都弄出血了。没事的。车上有没有创可贴？你去找一下。行，我去找一下。行。没有，马上开车下去买。不用不用。好的好的。快，赶紧去，赶紧去，快点儿。哦，好，走好走好。不用啊，不用，没事的，没有多大口子的。我和你开玩笑的，我。没有，其实我觉得你走，只是我觉得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说。你一说回去，我心里就。哎呀。比较那个。那个，我看一下，打到骨头里面去了。嗯，注意一点啊。没事，我只是突然分心了。我和你开玩笑的，我不走，我不会走的。金子，对不起啊，你看你弄着手了。没事，没事的，我等一下给你们做饭吃。咋办，家人们咋办？啊，都怪我，赶紧吹一下，给他吹吹是吧？这弄到手很正常的，其实福哥你不用，是我自己不小心的，跟你没关系的，跟你没关系。赶紧去洗一下，一会儿感染了，你先洗一下。啊，家人们，啊，怎么办？我刚和金子开玩笑的，他弄不和他弄着手了，疼不疼？我看一下，没事的，我看一下，没事。你看，你都没事没事没事。哎呀，等一下我打电话，真的。你先把那个车里边那个主驾驶下边有个消毒水给拿上来，快。行，好的好的。快一点。好好好好好。没事，小伤口对我来说这是小伤口。啊、你看我以前这只大拇指差点都被我切下来了。嗯，没事。没关系，哎，你不开心了，等一下我也不开心了。你开心。家人们，这个是我不对啊，这个是我不对。没事没事，家人们，那个是我不对，没关系的啦，你不要不开心啊，你不开心，等一下我也不开心了，对不对？你希望我开心，肯定是我不对。你希望我开心，那个、你不要只顾自己说话呀。哎、啊，金子我，没事的没事的，没事。有没有创可贴？没有哥。没有，没事没事，这小伤口不要紧的。不要紧，来我弄。哎呦，没事。扯出来，扯的。你自己来吧。痛。咋办、啊？我的
这个药消一下毒，必须消一下毒。你别咬，那要不你咬着我吧。好了不然我怕到时候感染了。家人们，对不起，这个本来不痛的，怎么喷上去就好痛呀？现在直播间的家人们都骂我了，开始，对不起，我和他开个玩笑，不是故意的。家里边有没有三七粉？又不是你给我弄到的，你总是跟我说对不起，干嘛呢？对不对？你这个消毒水很好的，可能喷到衣服上了。这个你揣着你，他说。又不是你拿刀砍到我的手，对不起，我自己砍到我自己的手的，你们不要怪富哥好不好？这个是我自己弄到的，不是富哥。对不起，我以后不跟你开这个玩笑了，好不好？没事，你就是看我反应什么样子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会很难过的，其实。好，我不。我要走我都会跟你讲的，我办什么事我都会跟你讲的，本来就是怪小富。你跟我讲的时候都不要趁我在动刀的时候给我讲了。没事的，不要怪富哥 好不好。直播间的就是各位，就是我的良家人们，我们都不要去怪富哥了，因为这个刀确实是金枝不小心弄到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也不要去怪富哥，等一下富哥不高兴，然后我也觉得我也很愧疚了，对不对？我因为我一个小伤口嘛，其实没有多大伤口的，这其实很一件很小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你看我弄的核桃到处都是伤疤，就没关系的，对不对？你坐那边嘛，坐来，没关系。你别弄了，你别弄了，不吃了，我不吃了。那个核桃我都给你弄开了呀，已经没事的，这个小伤口本来就怪小腹。哎，这个我知道这个是我不对。郑重的给你道歉，金枝，对不起。我杀只鸡给你吃啊。不吃啊，不吃。那你在这里坐一下，我去做饭吧。富哥没有三十几啊，26呀，家人们都已经弄到手了，已经弄到手了，那个哎呀，咋整？你们说咋整？我咋办？咋办，家人们？我真的，哎，这个，都怪我呀！他们，哎，我知道我这个，我。你应该饿了吧？他们说叫我陪啥？